们要注意连接。来，第十八洞。哦，球道上非常好啊，对。再前进，我现在赶快把这个鸟给抓下来，恭喜丁毅，好球！至少第一天呢是一个好的开始，顺利的是以这个第一天 under four 呢68杆的成绩，和邓亚妮在第一天打完之后双双是 under four， 也就是68杆的成绩呢是并列第一。那至于在第三名的三位球员，包括跟尹尼呢同一组的 Norquist， 另外还有 Morgan Presso 以及这个 Jennifer Song， 同样是并列第三名啊。那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第一页的一个 score 来看，球员的表现其实都是蛮接近，那甚至到第二页呢，其实明天呢想要来做个大翻盘甚至名次的变动呢，机会都还蛮相当的大。是的，就蛮接近的，没有说这一个是九个安的，那其他都是 one over 或者一分par这样拉开太大的跨距哦。其实也就证明说像 LPGA 这一类的选手，比如说